魔术方块般的颠来倒去，通往人心的旅程就像山路般蜿蜒崎岖。规则是人定的，生活让垃圾都物以类聚。物质塞满肚子最明显表现，如自我吹嘘。推向个 girl 的 no man。漂亮，身材好的就像少女一样够呛。她说天天赌城让男人见谅，她在舞池最耀眼的地方亮相，只要她的一个点头全场就会沸腾。她的朋友都在背地骂她罪人，说她只是一个不守妇道的贱妇人，因为靠近她的男人都是些老妇人。但她觉得这些是她应得的，所有对话模棱两可她都应付着。她甚至已不知道自己做什么，她像心脏被挖空了一样自责着。她的孩子却在别人怀里睡着，永远听不到她夜晚里的哭笑，那感觉就像不断吞没她的烦恼。没人知道她的煎熬来自你的讥笑。这世界就像是魔术方块般的颠来倒去，通往人心的旅程就像山路般蜿蜒崎岖。规则是人定的，生活让垃圾都物以类聚。物质塞满肚子最明显表现，如自我吹嘘。推向个 girl 的 no man。全是钉钉，他嘴里说着荒唐，也没人听得清楚。他行为举止猖狂，你不知道他辛苦。他独自等待裁决，还被人盯着胸脯。但他为了夺回自己心爱的宝贝，夜夜在外，总是给人赔罪，总是有人排队，总是夜不能寐，总是叫他低着头，总是叫他卑微。凌晨三点钟，你不知道有多痛，他从不拒绝风，哪怕吹散他的梦。街道上的空洞，抑制不住冲动，命运实在太不幸，虽然他无法自控，就像落叶一样无家可归。残忍的回忆更是无处可追，人们形形色色，像被困在纸盒，那么浑浑噩噩，被迫被人指责。这世界就像是魔术方块般的颠来倒去，通往人心的旅程就像山路般蜿蜒崎岖。规则是人定的，生活让垃圾都物以类聚。物质塞满肚子最明显表现，如自我吹嘘。推向个 girl 的 no man， I plan no vacation。